小香肠的新主人。哇，全新的游戏机啊！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是我最喜欢的打地鼠游戏啊！呀，打中了！呀呀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哇，新纪录啊！打破了拳王密宝阿里10年前的纪录。900分，好高啊！哼，这算什么？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打出过1000分的记录。你只不过是个弱鸡面包而已，也就会点嘴上功夫吧。薯片，又是你！像你这样的胆小鬼知道什么？胆小鬼，我曾经可是薯片拳击大赛冠军。什么拳击？你不相信是吧？如果我的分数比你的低，我就把我的跑车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千万不要反悔哦。当然不会，但是如果我赢了，你要把一个员工送给我。一个员工？薯片先生一定是在打我的主意。师傅，这是不是风险太大了？我觉得薯片一直在暗中追求我。别担心，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过1000分。这声音可不是从我嘴里出来的。让你们见识见识旋风主动拳。哈，这也叫分数？你要笑死我吗？师傅，别再嘲笑他了，薯片可能会生气，然后捶你哦。终于轮到我了，你们都看好了，接下来是面包的火焰重拳。我分数多少？1分打1分，不可能。我应该选择谁呢？别选我。我才不想选你呢，不过我倒是需要一个收银员。他的眼神太有杀伤力了。我就把你带走吧。要把小香肠带走？不行啊，小香肠是我的朋友。说话说话。小香肠，今天开始你是我的了。不要。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，千万不要想着逃跑。打了这么多拳，感觉好饿呀。披萨是补充能量最好的食物。怎么，你也饿了吗？给你，去吃吧。吃饱了，有点困了。我睡一觉，你把理发店打扫干净。我不想见到伊利灰尘，我回来检查。好舒服啊。怎么回事？你全都打扫干净了。干得不错呀。接着，这是你努力工作的奖励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贵吗？这个靠垫比你还贵呢，不许你碰它。我珍贵的靠垫。糟糕，灯泡坏了。我得换一个灯泡。
差点就摔成碎片了。哎，这个现在是你的床了，你可以在上面睡觉。这是什么？芥末、纳豆、臭豆腐，我这样怎么能变成一个美味的甜点啊？实在对不起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如果你再搞砸了，我就去投诉。怎么办呢？你会理发吗？没办法了，你来吧。完成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第一次为什么不好好做呢？这个……以后我还会来你的理发店的。来，给你。小香肠啊，小薇，多少吃点东西吧。小香肠一定正在薯片那里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，我怎么吃得下呀？先吃一小口吧。不要，全都是因为面包师傅你。你说你很强壮，可只得了一分，还不如一只苍蝇有力量的。师傅，快叫救护车！给。快点啊，快快！你这是要去哪里呀？这样追上去没用的。你先吃点东西吧，这样下去你会营养不良的。看来只能这么办了。小香肠，跑去把这个豆子拿回来，知道吗？就玩一次吧，很有意思的。下去吧。今天天气挺好的。是啊是啊，小香肠，我好想你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小香肠、小香肠，小香肠，我好想你啊！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好痒痒啊！还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，朋友最无聊了，终于解脱了。小薇的点心故事，香肠。大家好，现在是小薇的点心故事时间。我们知道小香肠是理发店最可爱的成员。香肠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？香肠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加工食品之一，香肠最早是在古希腊制造的，希腊与特洛伊交战，他的英雄奥德修斯是军队指挥官，然而希腊军队节节败退，士兵们的士气也很低落。士兵们的士气太低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有了，我要用肉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。奥德修斯叫来厨师，命令他准备肉菜。明天把肉菜准备好，这样我可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。
将军，因为长时间的战争，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吃的肉块了，我们连食物都快没有了，就更不用说肉菜了。我不想听你的借口。如果你明天早上没有准备好肉给士兵们吃，那你就死定了。我明白了。厨师因为奥德修斯的命令而陷入绝望。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做出美味的菜呢？这下我死定了。等等，也许我可以把剩下的肉放进猪肠里。厨师把肉切碎，用盐和香料调味，然后他把调好味的肉末放进猪肠里，之后他把肉分成小块，再用火烤。香肠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了。我已经按照您的命令做了肉菜。我从没见过这么丑的食物。味道好香，外面很耐嚼，里面的猪肉很软而且多汁啊，感觉就像野猪正在我的身前奔跑。奥德修斯把香肠分发给士兵们。这是什么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个。闻起来还不错。真的很好吃啊。有了这美味的食物，我就能在战场上战斗了。如果你们赢了这场战争，你们想要多少香肠就有多少。得益于厨师制作的香肠，士兵们的士气高涨，希腊赢得了战争。后来香肠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广泛传播，它传遍了整个欧洲，尤其在德国被改良加工。我们熟悉的法兰克福香肠是由德国人约翰·格尔格拉尔纳创造的，他发明了长条形香肠，并把它带到了法兰克福市，从那时起它就被称为法兰克福香肠。你觉得发明香肠的故事怎么样？当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不可能解决时，不要放弃，要有信心，你一定能解决并且战胜困难，并获得最终的成功。这就是今天的点心故事，下次再见了。